再由林俊杰师兄所率领的17位英雄好汉共同为各位表演龙形拳。龙形拳法是一门总合武学，它可以说是将各种形拳总合转化成为拳。反虎形发猛，蛇形挑拳，鹤形轻巧，猴形威武等等，荷包含在内，是一套温柔相济、重视气息转化的拳法。下一个表演是太极拳团练。